陈佩，最近有出一个手游还蛮好玩的，要不要一起玩？真假？可是我最近没什么时间呢。哎呦，没差啦，慢慢当消遣就好啦。好啊，那你等等把载点给我。那我们再一起练哦。OK。完蛋，出个门就练到这么高的是怎么样？是说还要一起练吗？这么晚了，快给丽菲去睡觉，必须。妈嘞，又被超等。是不用睡觉了是不是？临走嘛，今天不充个十等就改名叫懒舅。哎，你们有玩那个新的手机游戏哦？我也想要玩。好啊，我们现在去打手哎。谁有空理你啊？眼前还有这个恐怖灵凤凰在，林泽茂光追他的等级都来不及了，哪来的美国时间管理啊？自生自灭吧！快来快来，我们可以带你哦！哈哈，真来开玩笑呢，这位大神，眼前这位已经三天没有睡觉了，你知道吗？光是要追他的等级就得边配咖啡边玩了，还想要林北带你，先去买个几千块币来孝敬我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们也有在玩那个游戏哦？我也是那个伺服器哎，真假？一起玩啊！反正也不过是个新手吧。想要找我们带你，可别妄想哟！我现在觉得全身一片平静呢。阿弥陀佛。